爱听伊乌白讲啊，动物变哪会变成人呢？甚至成为咱的观修人亲人。也毋过，有当时阵啊，我看到伊的眼神，我嘛感觉伊甲咱人类同款，确无想要活落去啊。那是因为因惊死。甘公，你着毋惊死？我这是，哎，煞煞去，我无爱甲你讲，真是无采我的嘴烂。啊，我已经老了，对生命意义也有一点啊不同以往的体会呀。爹啊，你想收济啊？这个世间每一个人拢嘛在食吧，那是遐动物要吐。安尼敢吐会完？无唔对，所谓姻缘，互相牵爱应地，应无安宁太平人。我听你咧讲，阿爹啊，咱卖猜伊啊，咱也是赶紧来转。怀伫遮的老物，已经有够咱食一顿粗饱。这阿爹啊，行啊，我阿爹啊，来转啊，阿爹啊。行啦！好佳哉哦，有迄人的阻止，替因才会留住一条性命啊！你看伊要做啥物啊？妙丽啊，你是因为我。才会中计心魔，本花真情不遥远，云天龙我偏不忘。就予我为你纪念祝祷，送你最后一程。素别，真是素人感受悲哀呀！想不到，因为我的死亡，会乎替因伊这么哀伤。可算是痛不欲生啊！这就是母兄之下爱别离苦。卡苏妙高山，极尽皆怀山，大海深无底，
一壶盖高靠，大地给予我，死之盖归尽，未尽有一事，不必无相吞。心却是如此，人也是如此，就连那个老虎也躲不过。尤其像伊这般注意点人，必受惊恐送命报。不止如此，参死在伊手下的众生，也会想尽各种的办法向伊讨命。到底伊会如何呢？你若想要知影，就继续搁再闪观。哦，thank you.
太可怜了你啊！不要紧，阿娘哥，不受任何。那会变个倒地啊！是啊，阿爹啊，我忘记的动物来跟我偷命啊！偷命啊！是啊，遐动物因就可怕，就可怕呀，阿爹啊！阿姐啊，车啊，这根本是你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！是啊，杨哥，迄个梦我是梦到遐尼啊逼真呢。哎，车啊，迄只是一个梦而已，未发生什么代志，你别烦恼，好好休困吼。爹是查甫人，哪会生囝啊？啊，不是不是啦，我是讲伊生啦。你先莫紧张，咱就先。生，你紧搬走，你紧搬走，不是我囝，你紧搬走。即摆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还佫徛
在你家，你去看卖呢。哦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，不是我家，你给我走。这是你的查某囝呢。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这囡仔一出事，阿姨看到这个囡仔就惊到安尼啊！啊，太安尼啦！多谢你的斗三工，你先倒转去，日后我有机会，我就好好报答啦。老厝边，免遮客气，我先转来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啦，多谢哈！阿姨是坏掉，阿姨是坏掉。好好好，你先莫紧张啦。阿爹，我要哪会莫紧张？你看伊，是你想受罪啊！这个囡仔，哪有可能是什么路啊？我绝对袂认唔对，伊看我迄种眼神，甲我梦中迄只路啊是一模一样。副官，你若唔相信，你看下手上迄个胎记。胎记。爹啊，这个胎记哪会这么亲像我的形状啊？敢讲是？爹啊，这声是要安怎？敢讲迄个铁丝真正会变作人来报仇啊？这我嘛唔知啊。哪会安尼啦？阿哥，我是要安怎才好？我是要安怎才好？阿那无？我过去将这个囡仔等掉我啊！小等你，哎呀，千万不可啊！阿爹啊，那你今晚要安怎才好啊？这，不如咱过来去找那个修行者。修行者，嗯。Bye.
修行者，安尼，阮要安怎做？这有啥物办法会用消灭罪过啊？因果，欺凌一笔勾销。这，我听讲你修行人拢有神通，是毋是会用做阮一笔之力啊？令到自己相信。那呢？他们都无救啊！免我，免我。飞呀，飞呀！请修行者开始，请修行者救命。神通虽不得业力，但业力想不定惯念，惯念是花冠大礼佛一忏悔将谢Oh